没点啊，我看看，调一下。世间不讲公平和平等，可是我讲。全军出击！有时候，鲨鱼会吃掉诱饵，再把整艘船撞沉。你们等我一会儿啊！着啥急呢？你说你这么着急过去，哎呀！你等我来是不是收了这机器人？你很急吗？老着什么急呢？你说。Q 了我一下，致命点人，你还真敢拉我呀，兄弟呀，这也太不怕死了吧！来，这女枪我看还敢不敢 A 兵，给我走位啊！这女枪不走位，我明白了，嗯，我已经明白了他如何走位的了。你不走位是吧？晕闪，看你的了，兄弟，这没打死，你给我回来300块，你来吧，这都你补吧，我补个车就行了。没有无辜的人，吓我一跳，我还以为给我勾着了呢。我扎，尽量别被让人给勾了啊！算了吧，要不撤吧，撤也是可以的啊。太容易了，回家。打野来了，别怪我没提醒。行，我知道了，行吗？别怪我没提醒，这是操碎了心，磨破了嘴呀。身板差点没累毁呀！多谢提醒啊！等一下，奥纳夫，这里看看有没有跳弹啊！来，卡莎到位了，我们潜过来。A 扎 A E A， 不行就杀了机器人。我们先游过来啊。晕 A， 蹬回来 A A A， OK。你拿一个，给你一个，赏你一个啊，兄弟！你勾也没用，俺们只要不打他就可以了。晕，回来。不出来，那算了。走呗，回来。A 一下 ，W 溜前走。
哎呀，给我呀，这炮车你不给我，你给我回来，这我没法上啊。机器人来了，给我购物回来，这可没法救啊，兄弟！哎呦啊，一换一可以接受，漂亮 ADC。好吧，可以改。这确实没法救我，那咋整？你说？这个还能手柄吧？可以啊。现在鼠标没手柄，但是您手柄。摔得太深了。但得有电脑手柄，我们没有。先过来。点击。勾 E， 平 A， 平 A， 平 A。打吧呢，再 A 一下 Q 一下，你给我回来哟。哎呀，这派克没到六是真难受啊。是你干哈呢 Q 我。好，我们六了，给我杀来一打不溜，我扎！哎，这没扎着，有点难受啊！能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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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能打能打，扎 A A A E A， 起飞，打不溜，摸一下，接回头大招，给我勾回来，漂亮兄弟，我给你打一个小兵啊！你挺骚啊，小伙子，你是真骚，我发现你是，你太骚了，你把这兵收了，我闪现大，我能大着，刚才我想就卡一个最角的位置，我寻思没卡好，刚才不是说大不着，我寻思大完以后赶紧走，省着大完扛塔，给你吃个炮车来。该回家了，咱来一个德克萨斯木印出门。那个什么时候能到啊？昨天呢，刚难受，估计得有个四五六七八天吧。来，可以打，来来来来来，怕什么？别怕呀、啊，跟我上来。你要把对面放过来呀，那也行，扫一下来，扫。好的，好快啊，这女枪，我不整个三速还追不上她。这干嘛呀？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都没明白了，兄弟呀、啊，这是啥意思呢？现在认回来，得大。你不让我猜眼儿。你的手真白净。
这鸡咱也吃不了了，算了。派克以前这E本来还能打点鸡的，现在连鸡都打不了。来一个三速海，走，出门。手脚勤快的人该得。再来个夜印之风吧，这一把防止机器人勾我们。中路应该是死了，我估计。看看这人什么装备啊？231，奥纳夫呢？来来来，奥纳夫，我试试看能不能杀。A Q A A， 再 A 一下，平 A。我操，这么猛，小勇啊！哎呀，早知道我给他勾塔下来了。我寻怎么的三刀他还不死了，我应该给他勾塔下好了，就是个死人，刚应该蓄力扣给勾塔下，然后 A 他三刀就死了，失败了，真是失败呀。去对面野区看一眼啊，我找找这凯隐。溺水的狂人在路上行走。哎，女枪应该能过来，我们在这等他一会儿啊。啊，凯隐来了，唰唰，给他。这女枪什么意思啊？一下一过来 A 扎平 A。 船长叫我去杀鱼，鱼叫我去杀船长，你咋的呀？我跟你说小伙子，俺俩指定是没完，俺俩肯定没完，你放心。他肯定有意啊，别急，他肯定有意，我们直接一走出来勾回来，俺俩指定没完，俺俩肯定没完，我跟你说。来，我扫一下，哇，勾，我就烧你，哎，烧你，哎，我烧你，你差一点点，我打死他 ADC， 勾回来，平 A 平 A 平 A 一过来，前走走呗，快打死他永安扎，可以啊，我先来个夜印之风。哎，收集者多少钱？1900，那来收集者。咱不来那夜印之风，派克收集者咋的了？不行吗？派克收集者有问题吗？海底不属于这个世界。插眼儿，往这儿走来，潜水。这蓝 buff 勾回来，晕住 A 大死，打不溜，我直接大过来 A 扎平 A 一过来 A 一下，
帮你打个蓝好吧，咱也不需要这蓝 buff。 谢谢，我有一个 3D 的头盔。谢谢 3D 的头盔。我最近一直在看海绵宝宝。哎，你就不能把那小兵给我 A 了吗，老弟？我 A 一下，扎回来 A 再 A 再 A。 掏回来晕住平 A 平 A。 我杀疯了，掏完了。你到底回不回来？坏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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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救救救。哎呦我操，吹不扣，他怎么回来的这么慢啊？药卖了吧，买个红宝石。我看他脑袋上的条感觉差不多了，好像让鳄鱼给晕了。这红也没人要啊，这 ADC 也不要，我们拿了吧，那没办法，我们只能勉为其难的收下了。给你一个300块，再来个300块。哎呦，黑小兵了，哎呀，这永恩老一会儿到斩杀线，一会儿没到斩杀线的，你这老差一点。谢谢，我有一个 3D 的头盔的超级超级，不是超级啊。那今天虽然你不是超级火箭，但是我就当你是一个超级火箭了啊！谢谢老板的超级火箭。这杰斯干啥呢？杰斯卡了，杰斯。打两个眼儿，这红又没人要。你说这红 buff 吧，老没有人要，你说就很烦。你要啊，那你要就给你吧。你给我回来，晕，别着急，潜一手。你给我过来，我们大招还没好啊。一 ，A 一下闪现。勾大潜水，哎，这大没中吗？还是中了就是伤害没够啊！我操！喂，我他有毒影，好毒有毒。哦，抗伤密打，四密打，没中。差不多呀，刚才。这永恩，我今天必须得斩死他一把。这个永恩啊，这个永恩，咱俩指定没完，肯定没完。肯定没完。我们一会儿就等着他，让这鳄鱼先去打他去，知道吧？让这鳄鱼
你跟我回来。别，哥，你大爷，你个小弟弟。现在该抛尸了。战争正在酝酿，有人偷了尸体。哎，烧一波！永恩，俺俩指定没完啊！咱俩指定没完，你看着点吧。有些兄弟老是我可以投，我跟你说啊，派克这个英雄，你打十把能有九把派克杀的都是很多的，啊，如果我们杀的人少了，那说明这派克玩的根本不合格，大招根本没用，你知道吧？先把这机器人给他收了，来，小小永恩，可笑！哎呀呀，按错了，按错了，我大招怎么没了呢？他走位太好了，兄弟们，啊，他走位。我没办法，他太猛了。哦，兄弟们，他太猛了。你给我打死他！漂亮卡莎，不愧是我辅助出来的 ADC。想当年啊，我跟你们说。乌兹跟我打下路的时候，他也玩了一波卡莎，你知道吗？他也玩了一把卡莎，那我辅助他辅助的真的是相当好了，让他相当舒服。乌兹那把的大刘，我还清楚的记得有一只兰博要赶开我们，被我一个顶成功化解，酒桶来下路，波波来，波波死人，真的。你在现场啊？那就对了。呀，哪里来个凯隐残血呢？你怎么回家了呢？我们往上走啊！每个人都在挣扎，捂住双眼。真的，这永恩容易坏事啊！怎么的？没有人敢野你呗？你有点无敌了是吧？我队友呢？为什么钻入我的身体？我们先游一手啊，别着急。队友搁那打大龙呢，勾引一波。哎，
别急啊，别急，别急，别急。好，这波继续游回来。哎，在这里耗他们，知道吧？耗住，来追我，我有隐身。等一下，我们那个夜印之风啊，没事，我死不了，我还是很幼的。我估计这碗猴可能有大，有闪，有闪，有大可能。勾回来机器人吗？我操！哎呦我太猛了，这个大招！这波奥纳夫啊，奥纳夫进场可以啊。哎我这一个大，五杀没了，没了没了，无所谓了。